上海商业在这里很荣幸呢，就连续五年呢就得到资本杂志颁发这个资本卓越贸易融资的大奖给我们银行。咁亦都代表咗，我亦都代表銀行咧，就係感謝大會同埋評審咧，係對我哋嘅銀行同埋我哋嘅專業團隊咧，係得嘅肯定同埋認同。咁啊，上商咧係一直咧就緊貼住市場嘅趨勢啦，亦都因為依家嘅數碼化係，所以加快數碼化嘅轉型步伐，全面咧係提升銀行系統，亦都係逐步咧就將我哋嘅企業銀行嘅服務咧就推向智能化。咁我哋最近亦都推出咗咧，就係我哋上商企業理財嘅手機應用程式。咁亦都為咗客户咧，就能夠提供更省時、安全、簡單而又可靠嘅銀行服務，亦都隨時隨地咧，令到客户咧就可以輕鬆管理佢嘅企業帳户。咁亦都係展望未來咧，我哋上商亦都會繼續秉持處處為你著想嘅理念，為不同嘅行業嘅企業客户咧就度身訂造最適合他們自己的本身的貿易融資的方案，也都幫助客戶呢拓展他們的業務，就共同成長。也都在這裡，我都預祝各位大家中秋節快樂，也都是身體健康，多謝各位。